这一段距离哦，这怎么会是谐星？不可能啊！不，看这个身材，身材是厉害的，你怀疑说他怎么可能是谐星？看到脸你就知道啊啊！这么准，很好笑吗？你好，亮哥，哎，宝贝啊，你来了，好性感，你有什么混名吗？你说我吗？是啊，是长腿界的性感女生，长腿界的。哎呦，长腿界，马士力对不对？哎呦，是吗？马姐，这都尴尬。马姐卖 gay 哦，马姐，你这个称号长腿性感里面，想要来挑战的原因是什么？证实一下自己吗？还是？因为我本来就很性感啊，但是都没人发现。是吗？你美照对不对？我啦，没发现，还有变音啊！啊，今天我们现场就剩下郭鑫、白云跟张克凡。是的，你最希望谁抽中你？三位，郭鑫吧。哦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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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孔凡哥跟白云哥太油了。哦哦，这个太油了。刚才上面那一段小甜甜怎么跳？但是，哎，女神啊，女神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哦。哦，如果抽到白云哥跟柯凡哥，指数会比较高，你才会赢呢。对啊，你分数比较高。对啊，重点是要赢哦。对啊，白云哥好了。那我赢定了，白云哥就赢定了。以这个角度就要选白云哥了。就赢定了。那白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对啊，定力很强的。现在他要出来了，剩下三支签，里面只有一支。要先抽吗？有浪点，浪点就中了。今天还够剩美败，美败哦，这个我都想看，要赶快抽，盖住，这个是厉害，来，等一下，一号选手郭鑫，等一下，等，来，你放在这边，我们一起抽，是，我们一人就摸一只，手摸了一只，一二三，好，这里选好了，好，来，二三开，啊，这个厉害，柯凡哥，我觉得你抽到好的。这个算是一种赢球，你抽到好的啦，柯凡哥，请就执行位置，一定抽到好。他今天表演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诱惑论吧。哦，哎，那个论吧是属于这种啊，扭来扭去的。Besame, besame mucho. Oh yeah, 这是一只蟾蜍。脚要勾来勾去，还有动作不好看呢，你们两个让他们跳吧。哎呦，我觉得好像有抽到不错的签，这个感觉。别伤悲，别伤悲，莫愁。这个还有两集哦。这个我们放出声。恭喜你，你的女神已经来了，一起来欢迎长腿性感女神。好的，哦哦，没有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哎呀，我这不交代你可以这样穿的吗？你可以吗？安尼刚好，小心小心吗？对呀，哎，干什么？可以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安尼刚好，可不可以转一圈我看看？转一圈，推一下，推一下。我的天哪！啦，马上有29、25啊，马上25了，还没有干嘛就25了，可是应该的，柯凡哥过分了，来，有什么话想对他发出爱的宣言？柯凡哥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哦，是吗？这样，指数现在多少？27，多少？27了，有没有啊？什么？嘴巴嘴巴红红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来。Calm down, OK。我教你，哎，瑶瑶，我教你，嘴巴如果沾到的话要这样子。给我，别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人家他有装那个的，来，你帮他把牙齿的口红去掉。谢谢。我去擦。来，瑶瑶这边请。太巧了。你就靠这一段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吃饭不差。
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一道菜可怕了，厉害了，就是江湖人称佛跳墙。哎，为了他连佛都翻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您就自重了啊，就准备了啊，各位看看我们性感的瑶瑶来喽。瑶瑶，哎呀，小女孩长大了，我的妈呀！哇塞！哎，阿奶，给招姐推下出来。阿奶，扣分啊嘛！上礼拜才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你扣完的快点推下，看兴奋不？哎呦，破了！哦，爽成这样呢！哦哦哦，宪哥，宪哥，爆表爆表了，爆表了，没事没事，而且康道康道，而且他身上的衣服居然有老师的脸妆，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啊，其实瑶瑶是算是漂亮的，是啊，主要是这样，人家可爱就变有一点邪心的 feel， 个性可爱，但是本身是漂亮的，是啊，你刚刚看到那个吹球板球那，跟他上很多节目啊，没有看过他这样子认真的表演，而且重点是我是抽中签的人，他那个眼神这样过来的时候。我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呢，另外一个人，而且你的嘴角也在抽动。对啊，是不是快中风？你应该快中风了，中我的前兆，就是它是一种频率的一直在抖动这样。73、23跟4，这个绿灯啊，代表说非常的愉悦，所以绿灯的分数我们要 double， 所以应该是8+23有31分。哇！哎呦，是你说说你心中的感觉好不好？哇，小女孩长大了，我只能这么讲，所以长好大，很 bad girl， 很大。但我真的想要测那个数据的是一个人，谁？就刚才跟他跳舞的老师。哦，老师常常来哦。那个老师已经下去在弄鼻血，处理鼻血。我刚才有一个动作是就是扶住的时候，近贴好近，而且很少双人舞那个女舞者在看。一个观众的，哇，多半他们都是互看嘛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刚刚真的有被电到，酥麻到。湿湿麻麻。